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频道客家太学堂。三月底的时候呢，我让我朋友去古通岩寮参加一只土地庙完成进火的庆典。当时的场面非常热闹，有牧师啊、牧师叔啊，好多丰富的节目。有好多村民老、村女、村外都有条有脉的人呢，都来参加。好浪一个啊！一拜一下天拜来沟通，加上一排有好多有间沟通的包头。我觉得沟通的就好有趣的地方，好想深入了解下。所以我就请了两个村民，阿周先生、老猫先生来做访问。啊，你要在嘞？上几位？你要在嘞？这位啊，茂先生。今日讲下趟好多沟通慢慢人底下都古仔，今仔悄悄你老爷就分享下啦。沟通一齐来嘞，也在双水老新田中间，坐76号 K 巴士或者小巴都可以去到嘅，交通好方便嘅啊。啊，周先生讲嘅。沟通在捐钱，人有没好多，大部分都要捐上来的客家人，也有条东莞人、老惠州的客家人，出水啊，沿了去老沟通行业带，也条捐上的客家人呢，随着公安台进来去了，怎么可以又沿了一条村呢？啊，周先生就讲，活动请你买到踢足球，就像也富坤天气一条居民。来帮助中人，会去方便处理喺度烟草咧，喺度起喺几间寮屋内面嘅度厝，睇下烟草叶咧，好开超十米咯。我讲嘅都系同河东，即系目前喺我个种嗰条烟咧，即系同佢筛啲一条烟叶，筛过嚟就用嗰来烧嘅嘛。系咯，种种下啦，种到啦，种到熟咯，会喺个。啊，活动都啊，唔做咯，唔做咩？啊，就铁饼啊，就干我，咩同佢做？要赚钱呢，一种人的想法是好简单呢。就像你种的米啊，种的菜啊，过都简单的想法，人数也没好多。到今仔日，我就还要看到活动在沟通发动的环节，然后加贡献。你亦去咗一间河东妇人医局，一间医局咧，系一间无人嘅中心，所以叫33人启用，一直用到1973年为止。好多沟通人都会请你出席嘅啦。今仔一间医局停止去营运，而个建筑物咧也评为二级嘅历史建筑。那我去有去一间佛教，我金泉村河东佛教，由1954年一路攀到今仔个啊。还有咧，一个人为了纪念伊，黄卡松五婆一条桥咧，叫个河东桥嘅。之后咧，好多人坐铁路就咱落来，来到很多多嘅东莞人啊、客家人啊，还有潮州人那样。睇你客家占大部分嘅，像你搭起嘅寮屋、养猪、养鸡、种菜，因为人哋好接近大陆，所以5月年之前呢，好多人都可以坐大陆嘅直接行路过来嘅。不过5月年之后，见你去边界，就唔可以直接行过来咯。一直到1955年，都好多人搬入来，而家人口呢，也在。70年代到了巅峰，
吃了中大的菜就买来了古通菜餐。而家古通菜餐呢，也曾经是香港最繁忙的菜餐之一来的啊。几时开始当的中菜？中菜那时都是六几年咯。六零年那阵时应该有六零年喺度啊。咪嗰时叫党员咧？啲党员嗰阵时七几年咯。七几年？七零年至到七年、七八年，即系七年八年咧，都啲党员，啲党员。嗰阵时在沟通啊，逢啲干染单啊，做两台梯戏啊，梯龙峰、神马剧团，人人都差不多喺揀兩台戲喎，你當然要多啲。嗱，香港要萬幾兩萬人喎。要萬幾兩萬。係咯，偷唔係廣告。嗰時中菜嘅就行業咧，喺八十年代就開始食面，到九十年代退休咧，後到菜餐都散門，有隻菜餐咧都投唔過揀門嘅命運咯。就算想講咧，其實先咧在銀華路讀書嘅。烟花路喺1932年都开派呢，听讲喺一只请梅烟过来一只襄阳嘅客家人开嘅叔叔嚟嘅，本来喺用客家话教学，但系战后咧就改为用广州话教学，要请教会嘅外籍来教英文添。五十年代开始咧，人潮越来越多，加规模，五年叫满足村民嘅需要。一村民就夹钱，起过一间新的学校。本来一间学校咧，就应该按照古通公立学校的，但系佢哋会系纪念一间银华路，就在一只名嘅摊改到两个书，变成古通公立爱华学校咯。所以1985年，银辉一间环汇公路，一间学校就喺板道去见到梯子咯。到1986年，因为收生不足咧，爱华学校就停派啲咯。今仔要搞爱华学校咧，看起系一新翻翻嘅喎，怎么个人样嘅咧？我都打听一下咧，真知道咧，原来有只教友咧，就好有心，天气人一回笑攞打收，我都唔知道咧，还以为今仔还要学生翻学添。阿赵先生讲嘅，到五十年代末，因为种菜咧，大家都唔叫水用，所以喺六十年代初咧，就起咗只水塘咯，就用个古通水塘。喺水塘起后，主要咧，一村民喺轮耕去开插，放水面大家用嘅，但系因为农业嘅失利咧，有水塘咧，将要赶紧嘅用途咯。挨到要轮到挨起方水河都有嘅，你砌个蛋仔起个，六点钟起开水又热，开住啲水落来，要捞尿落来咧。如果而家水塘冇水咯，做咩？要插件样，方慢啲水塘要。下朝咧都六点钟要散水河。个水塘咧本来就慢慢用个啲嘅，但系在2000首年沙士疫情期间，用个发现又水塘嘅风景好靓。就一来一朵人来咯，我都爬上个山仔去，看到真系好靓哦。因为而且只新型嘅水塘，有种好浪漫嘅感觉。好多人伟大嘅人儿顺便爬上祁连山，在祁连山望落来，可以望到牛潭湾啊、岩浪啊、深圳啊、双水啊。古通啊，又有梯房，后海洋后庄馆啊，张成都讲过啦。古通最多人的时候咧，系七八十年代啦。后尾一种研究演会各组嘅人员，就摆嚟照啦。而古通有咩年拆迁嘅命运？第一批拆迁咧，系1985年政府起啊环汇公路嘅迁。环汇公路以后就要咧，古通又分咗南北两摊咯。听个古通咧，以前都黄泽好睇啊，见到以为高速公路分开啊。系啊系啊系啊。分开就变咗南北啦。系啊系啊。
南边南边拆石咯，系咯，北边拆石。南边拆石。南边拆石。南台毛杰叫咧，有一次喺二十后七期，呢而挺人，有依发言。点解被铺入嚟咧？有拆镜钉啊！单讲到呢南呢首人咧，故通嘅几名就会全部请住佢啦。而见到英帝嘅几名入咩好多？好多商店啊、茶寮啊、工厂啊、食品厂啊，都结束佢哋咯。茶寮来讲咧，像现在一间金叶茶寮，一间茶寮包住喺人来一凤猫，有好多特色嘅菜，而且好多啲客家菜食嘅，例如鹿鹅啊、梅菜椒肉啊。烏條滿鴨啊，養條褲啊，條友每頭都唔錯嘅啊。其實古通百貨茶餐就見氣候，睇你愛到依冷依熱人，真愛調熱素用。到時由古通百去送水，睇佢兩三分鐘嘅啫。但古通百咧也會去條鐵路，連去新田、牛潭梅、凹條，接到去金松路，將東鐵、老西鐵連接起來。形成一条所谓八环线，不过呢，就会等到宜兰上市人喎。最后，我下一首诗送给古通村：新界双水古通村，麒麟山下见乾坤。众人众我又众菜。南依老幼落港园，见秀移民奋勇志，人口激增生一时，人化扩建爱化教，河东一曲多隐逸，贯通新界万回路。古通从此分两边，时代气轮推发展，政府小体临拆迁，村民无奈得搬走，乡村遍体是交流。敞开桑田望凉梦，几家欢喜几家愁。今日就到这里了，多谢各位。